哦，大哥，你有没有刀？你什么身份？你有没有刀？不出，好你等一干下，红红。我就问你什么身份。你有没有刀？你要刀我我，有。我走。红等红，着，聊一下嘛。那我我们在保这护聊。你。聊一下嘛，我们三个聊一波嘛。没问题。好。聊一波嘛。同族先报身份，我三个同字。族同太聪明了。我是，哦，耗等一子，会儿耗子啊，先往这边。那完了，我先说了怎么办？你也没说呀，你不说，我知道你没你，说你不呀？说吗？你我三个字。三个不有都是的吗？你被腐化了，你这么快你被腐又化了，是我那都个，已经。你又是上马那个。你别说你是话，什么呀？你上把是猴什哥已经么？知道我身份我了，忘我记要被了。狙死猴哥，好，我知道，全责。没问题。哎呀，好吧。啊！笑死我了！吃我说是，你看他，你们记住了，他只要肯跟我走啊，他绝对是个坏，好不了一点。我是那个啊，不能报啊！我跟他报了身份，然后呢，不不不，找我出来了，但是不不不没有立马报警哦。你跑什么？不不，你刀了人就跑哎，你让我怎么认你哦？然后他是刀了立马报了，那我还认他，但是他刀了人立马跑了，说是。嗯，还倒了个鹈鹕，我贴好，然后那个，哎，网瘾也没了。当时我走跟猪猪走出去的时候，网瘾跟叔叔都在饭堂的，好像，听你们饭堂的人怎么聊过了。那意思就这样子，猪猪是鹈鹕把你吃了，步步刀了跑了，你从肚子里面出来是吧？是这意思是吧？那就先出步步嘛，这边我只能保李仔仔，我们从饭堂里面拉出去，丢了个身份互换了。然后李仔说："你真的是好人吗？"那我说："那行吧，刚好我们对身份这边有个任务是吧？我做了，我本来是真不想做任务啊，真的是吧，大哥，我不想做任务，但这没办法，好吧，要让李仔信任我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先出步步嘛，然后。"饭堂倒了两张牌嘛，王爷和叔叔嘛，你们再聊一下抱团信息，就坏坏都出来了嘛啊，过。饭堂倒了两张牌和王爷和叔叔，你咋知道的？我本来是想这么盘的，在我看来，步步步灰娜娜参参三郎，要不然就是步步步瓦妹18Z 三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看见瓦妹和18Z 他们是从教堂去到了医院的，他们两个人是手牵着手去的医院的，从教堂去了医院。我从一上来了过后，从城市公园上来，我被腐化了。然后呢，在广场的时候，然后看见了猴哥、同珠和红红，对吧？因为你听到他们三个人的声音在哪嘛，啊，被只有腐他们三个化。人。那么我是在他们三个人脸上的，我不可能动两个人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两个人不是金的双刀就是被双刀，既然被双刀，那就是瓦妹和18Z，要不然就是惠娜娜和餐餐，反正就是他们，看他们怎么说吧。我直接挂票的，不不不，好吧，这个面刀的，我直接挂票的，过。可以啊，因为开了三刀出来，而且有一个是被逮到面刀，而且不像是跑人刀的。恶魔猎手上来也不会那样无责刀，警长的话也不会到了就跑嘛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小橙子出来拍了警，也没有直接就出来之后嘎人。我觉得小橙子是好人，而且猴哥我轰轰。耗子，我们四个人都在一块儿，所以我觉得耗子盘的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我先投布布吧，我过了。这轮先投布布肯定没问题啊！18Z 跟瓦妹儿他俩是不是狼？我们进去一看进度条就知道，对吧？然后现在鹈鹕已经走了，那布布再出一狼，那他妈就剩两狼，我们相当好打。现在耗子轰轰他俩身份我全知道，然后同住的我不知道啊，但这轮全票打飞布布挂。谁卡糖了？哎，我小侄儿在说话，刚才有话要说，你把麦给他。Old game，他饿无了，发言，全票打飞，不不。他想要点奶粉，有没有人送个烧火？也不让人说话，我想对好呀，的不台让人词都说用不上，话。妈个巴子！什么？破破破破破破！
不，他说我们今天赚粉差13000个1000个，兄弟们可以开一首钻石粉丝啊，我们就能成为千钻主播了。下把不做了，下把不做了，下把不做了，大哥，下把不做了，就做一把，没办法，李仔在拉我走，说骗人是狗，那我不也得做一个证明？他做了，他有任务条，你看能不能证明我跟18Z？能不能证明？能证明18Z，但不一定能证明你。老子们吞口水哄哄，警长刀又刀不过，跟在那边跟到一路被人家反杀，我真的是头疼。哎，出餐单，餐单是哪？就轰轰，他说他跟上把身份一样，一开始跟我跟猴哥还有耗子在一块的时候，然后我一开始我想不起来了，后来我想想看，好像他是警长，他不是说不是上把耗子报的警，然后轰说你警长，那我怎么大概是这个意思吧？然后他们俩警长双刀，对吧？一个18Z，一个轰轰，两个都捞的嘛。又拿警长，哎，上把拿警长，好人减二，这把拿警长砍不过狼，我真服了。出摊摊，哎，过了。那就出摊摊，出完摊摊还剩一个，最多剩一个。那么剩谁呢？剩惠娜娜和小橙子，对不对？你俩一个乌鸦，一个狼，先出摊摊过。啊，对，因为上把本来耗子就说了嘛，那本来盘一下位置，要不就是我跟18G双刀，要么就是惠娜娜和灿灿双刀。那这边灿灿刀了一个惠娜娜，能是什么好人？ 18G 做了个任务条，如果说我是坏人，我把他引出去，我直接给他刀了就行了，对吧？然后我其实也可以证明一下我的身份，我也可以出去做个任务，然后证明自己。那剩下就两个坏坏了嘛，就最多两个坏坏，一个是狼，还有一个是那个乌鸦嘛。那先出啊。餐餐熬过了。哎，同珠啊，什么时候？我跟你们说，在场的钟丽，钟丽已经找了个鹈鹕，不，也是个坏人，全部起票。你怎么算了？那鹈鹕那不都没了吗？被你狼刀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不是好的？谁给你起票、啊？我把加拿大送走了，警长也走了。你们都好好的玩，抱团呢，就只剩娜娜了。我们会好好玩的，你放心，好人一定会胜利的。80出，80出，结束了。娜娜肯定是娜娜，我观鸟啊。娜娜吗？会娜娜，会娜娜在哪？观鸟，观鸟，观鸟。娜娜在外边呢。右边是那个谁？娜娜在后面，会娜娜在后面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这个鸡，他肯定忍不住的呀，你看。你看肯定忍不住的呀、哦、你血腥的呀，肯定忍不住啊，没发赢了，看好了，不是我想做任务的，下巴绝对不做任务了，下巴绝对不做任务了，不做任务了，上巴也是复仇了，对，我上巴也不是警长，都是他们刀的，我看不到人，我只要死必带一张坏人走，哎呀，活着吧，我又是警长啊，你又是复仇啊，